同志们，黄镇小镇啊，木材市场。黄镇小镇，看一下，人还挺多的啊。荣寿国际。这是什么？水利桥头第三工业区，以前是三卡拉，现在开放了。妹妹，你是不是胖了？妹妹是不是胖了？是不是胖了？太阳的光，温暖的阳光。
最适合睡午觉了。哟西，真的早上比这还划算的价格了，这就是咱们家的爱媛38号补光存，就这样一箱，我又会多了两箱。V P 周末愉快，73。好的，现在再见。信号相当不稳定，今天传播100瓦的讲得上来。好的，好的，老朋友，美好的一天，从湖南的相机送到您那边，祝您通年愉快，通年到最远的地方。这里是 Flower Hotel 7128 朱莉。好的，这里是江苏兰州。Flower Hotel 7128 朱莉。